腾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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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大兵啊，巨烦你。撒浪撒浪啦哩呀，撒浪撒浪，听不懂呢。呀，刹车。大兄弟来了。啊，来了姐。还是老闺女吧。对。刹车！大兄弟！啊，姐！半天没来。啊，还行，今天有点急事儿。哎，急事儿啊！嗯，我说大兄弟啊，嗯，我说呀，啊，咱可不能再赊账了啊！再赊账啊，我老板就要扣我工资了啊！是的，嗯，哎，完了，哎，哎呀，你算上连上回一招欠的多少钱？现在得一共上回30，一共150，150哈啊！那个这样，哥今天有点急事儿。完了，这个月呢开完支，完了哥再给你送来啊！这怎么的？哥再给你送来吧，哥、哎、哥再给你送来，哎、哥俩。哎，这跑了！哎，没给钱呢还！哎，哎呀，兄弟，你先闭了，给完钱再说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先给完钱呢。下个月给你送来。哎。你别找红灯啊！哎呀，家里红灯！哎呀，有黑心呐！我知道，我到给你送来啊！你不给钱，我还钱！别找红灯！太磨了，都是下月肯定给他送来，五马长枪的，闯个红灯。腾起腾起腾起腾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腾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腾喽，亲。加油！啊呀，哥啊！啊，九三的，97的，97，九七来熄火了，加满啊！加满，好嘞。上表清零呢？啊，清零。好嘞。哎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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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咚咚咚咚，嘎！好嘞，哎，好嘞，那家伙卡给我来，卡给你，给你啊，看够卡，一共450，哥，看卡里头剩多少钱？你这卡就剩200块钱了，还有另外250是现金还刷卡？你先把卡给我，250，老妹你这样吧。你信得着哥不？信着。信得着哥，你这样，你先替哥垫上啊！我哥改天开支，我再给你送来啊！哪有这样的哥？行，哥再改天给你送来啊！聊聊呗，哥。我知道，我明白。250，我知道，改天我给你送来。你说你送送来，今天我又白干了，哥。不是，你送来，改天给你送来。哥，你别上来。哥，聊，你别过来了，你跟你。哥，聊。改天我给你上来。这么年我能不超速吗？哎呀，250啊！你犯账犯账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一会儿给你拿，别忙啊，一会儿拿啊。哎呦，
小弟弟，小弟弟，小黑弟弟，你这个人啊，开车怎么又抽烟又打电话的？很危险的，能晓得吧？哎呦，你没有系安全带！哎呦，吓得我这个小心扑扑跳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小体格，万一要出现什么事故，你就会被撞飞出去的，会被撞不见掉的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真是精神病吧？哎，你说，那号可能能我挠着本我记下了啊，当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这个小黑东西呀、啊，你怎么开的车？会不会开车啊你啊？我跟他接个电话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倒不是讲你呀、啊，我刚才从你后面上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无人驾。能晓得吧？哎呦，你这样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这事儿吧，你一定要找你单独处理啊，好不好？单独找我啊！我现在没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哎！要赔我车呢，能晓得吧？你得给，你得给还。要赔我车呢，你要赔我车呢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有马上到，马上到了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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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了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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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干嘛呢？这是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是至于吗？警察叔叔，记个。你好，同志，请出示你的驾驶证和行车证。给，你家先别录了，好不？你这个过程先别录，接着录，给特写啊。来，下车。那是我错了，自己刚才哪儿做错了知道吗？就赶点时间，今天就赶点时间。我要辩解啊，刚才的情况我们已经全程跟踪记录下来了。哎、你别录了，哎，卡呢？咱以后怎么见呀？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。哎，来给特写来，不是，就这小坏模样，来给特写。别的还是差不多得了。我告诉你。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对你进行处罚 行，我接受，我承认。来，拿这单子，尽早交罚款好，告诉你，你的这个驾驶证已经被撤销了，好吧，来对镜头笑一个。你看，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例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，珍惜生命，文明行驶。从你我做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下回再不敢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别跟我学啊，谁也别跟我学啊，谁别跟我学。哎，车，哎，溜车了，快回来！哎呀妈，溜车了，躲了！哎呀呀，前面仨老头躲了！哎呀，咣！哎呀。